来，掌声一下，因为吼，你要知道这个 C 干陪伴彩华姐20年呢。我好的时候，我领到这个毕业证书的时候，我是感动的。好，那因为在20年前，我在健检的时候检查出我有吸肝，其实我那时候吓一大跳，晴天霹雳。我说啊，我怎么会有吸肝？然后我想说，吸肝到底是怎么样才会有的？20年前那时候你正红哎，没有，工作量正大。工作量大，但是一点点小红。哎呦，这么客气，不像你哦。现在是爆红。哦，现在爆红，好，对，了解了。然后那时候检查，我说，哎，天哪，我怎么会有吸肝？这是哇，感觉以后可能我就要那个肝硬化、肝癌了。哎呦，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其实还蛮担心的。那不知道怎么办。对，那后来我才发现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以前身体很不好，常常打针。那打，因为看医生有时候去诊所打针，是不是那个以前感冒也打针，什么都打针。那针头是不是没有消毒干净之类的？不知道，或者是说穿耳洞也会不会有？哎呦，你哦，你爱穿耳洞哎。对，失恋一次穿一次。哎、欸，不要看我耳洞，现在耳洞是因为流行哦，我没有失恋那么多次啊。那这都以前穿的啊。哇，哎、欸，18个人有人失恋那么多。没啦，后来就是想说啊，那就是其实啊、也后来也没有什么管道，然后知道说如果这个打那个肝老师会很辛苦，对，是，那我其实因为忙碌，所以我也没有就去理，先忽略了一下，哦，然后其实是在这个10年前接触了我们肝基会，谢谢徐P。谢谢杨教授，谢谢林医师，谢谢这么棒的一个团队，然后让我知道我要怎么样来爱我的肝，保肝爱肝才有好心肝。所以我开始呢就是一个很怪的病人，该抽血检查3个月要抽血检查，该在超音波、胎儿蛋白、GOP、GPT 我都检查。所以我一直在这个在肝基会许哥哥跟杨教授的这个林医师的照顾之下，我是非常稳定的，我都在正常的这个指数范围内，包括我的肝，还长得蛮可爱的。哎呦，很少人会夸奖自己肝可爱，奇怪，一般都是夸脸蛋呐、啊。然后这十年我，拍谁啊？救萌姐吼，20年前你检查出来有 C 肝，10年前我们肝基会带着你开始做追踪跟治疗，是中间拖10年没有怎么样哦，是。因为我很乖，我都在定期的，虽然我很辛苦在拍戏，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拍戏都是你们知道常常熬夜啊，对啊，或者有时候饮食不是很正常啊，好，但我很棒的一点就是我不随便乱吃药，什么哦油啊、那超油啊，什么有诶无诶，人介绍我偏方我拢无吃，好，因为心急嘛，吼，啊。哦，我们是，好，我们是，因为咱每当去造成肝的负担，哦，吃一些来历不明的药物。哎，这个观念很正确哦。对，这个哈、哦，很多人就是因为想说，哇，保肝什么丸、什么药、什么粉哦，我拼命吃。我跟你讲，保到最后都不保了。是，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乖，我是一个非常乖的病人。我觉得我们不用怕。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人本来就会生病，对，所以呢我们只要呢早期的治疗就好，所以要主动的筛检跟积极就医，早期治疗很好。所以呢在我非常感恩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我可以吃口服这个吸肝的药，对，然后吃了两个月8周，但我吃的就完全没有不舒服，没有啊，我一样照常工作、拍戏、主持节目。这2个月，我一样这样子，也 OK。然后到再经过3个月，然后确定。来，掌声一下，因为吼，你要知道这个 C 肝陪伴彩华姐20年呢。一下子从他身体里把他夺走哦，他感到不舍得啦。哦，不是哦，啊，不然你怎么会哭哈、啊？因为他一直在我身上，虽然没有造成我的哪里的不舒服，但是他一直在我身体里面。可是当我知道我没有吸肝的时候，
我好的时候，我领到这个毕业证书的时候，嗯，我是感动的。哦，我非常谢谢雪碧，嗯，谢谢我的干哥哥，嗯，谢谢你。什么时候变干哥哥啊？你这么感人肺腑的时候，你突然抖一个。他是我的干哥哥。哦，干哥哥，好好。对，谢谢他。嗯，还有可以让我的肝变得这么的更美。粉嫩。更美。更美。我的肝更美，这样子。嗯，然后，其实是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嗯，然后真的谢谢，谢谢徐教授。谢谢杨教授，嗯，谢谢林医师，谢谢所有肝基会，谢谢老师，谢谢所有每一位，因为我看到这个肝基会是这个这么的尽心尽力，这么的有爱，全神跑透透，对，在救这个肝苦人，嗯，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呢，我说我一辈子，我不管如何，你一定要为肝基会，为肝病的人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长期都在肝基会，比如帮忙主持一些活动啦，有些出席啦，你可以看到彩华姐哦，像今天其实10:30哦，马上要进棚了，要录影录一整天了。嗯，那很多艺人你问他说，哎，可以吗，来这边一下，我跟你讲，大家很多人是不愿意来，但他义不容辞。我6:30就起来化妆了。哎呦，不得了。我昨天6:30哦，我昨天到现在只睡2-3个小时。哦，那你比我多，比我少一个小时啦。哎，你刚刚来的时候还在揉眼睛。因为我中午也有另外一个活动。哦，没有，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觉得肝基会是真的很用力在帮这个所有台湾的同胞在推动，在做事嘛。是。那我们是一点小力量，但是大家结集起来就是一股大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哦，但是呢，同时彩华姐，你可不可以给很多，也许现在有一些他正在面对 C 肝也好。是，还是说家人亲戚他有这个状况，心情上面难免会有一点忐忑不安，或者说他要面临治疗这些事情。不会不会，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治疗没有不舒服，我是没有不舒服，我是很 OK， 我每天还一样一起拍戏，然后该笑的就笑，该哭的哭。对啊，我演的也一样很好啊，对不对？而且我没有哪里有不舒服，完全没有。在这2个月，我一样把我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对，而且自从呢这个 C 肝治好之后，因为就是我们许批嘛，让你下半辈子都舒服了，是吧？太舒服了，太舒服了。我可以颁个奖给他吗？可以吗？谢谢您让我舒服。你看我的人生是不是很开心？很棒啊！哎，我人生就是这样啊，这么精彩的在活着。我跟你讲，而且你看我好了之后，你看我金曲奖有多美。我真的美疯了。我现在也更美啊，而且更有自信啊，绝对是。对，我跟你讲，只要人哈，感觉到每天快乐的不得了，什么病都嘛没有。掉掉不掉？好，来再给彩华姐一个掌声，浴火凤凰。谢谢，因为父亲节快到了。对，我觉得我们其实呢，可以呢，就是带家人、爸爸妈妈，我们主动的来筛检，筛检一下。那没有关系，有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赶快积极的就医。对，早期的治疗不用怕。对，很厉害的，很棒。好，来，再次给彩华姐热烈掌声。来，谢谢，谢谢彩华姐，谢谢，来。